第13届世界梦艺文字书法大赛选定汉字的理由书写范例。第13回世界夢一文字コンテスト、この漢字を選んだ理由。参考句型一。になりたいからを選びました。因为想成为，所以我选了。になりたいからにしました。因为想成为，所以我决定写。第二句，从を選びました和にしました，则一句写即可。另外要特别注意的是，日文中的選ぶ是选择的意思，它的汉字与中文字有些许不同。上面不是四，而是几。左边的错部只有两笔画。接下来句型中你なりたいから的前面要填入想成为的职业，后面的引号中要填入所选的汉字。这边是一些常见的职业中日对照表，可以让大家参考。其他的职业也可以问问看日文老师，或上网找翻译哦。老师，教师。医生，医者。护理师，看護師。主厨，料理長。警察，警察官。律师，弁護士。公务员，公務員。画家，画家。棒球选手，野球選手。军人，自衛官。让我们套入句型一看看吧。医者になりたいから医を選びました。因为想成为医生，所以我选了医。野球選手になりたいから九にしました。因为想成为棒球选手，所以我决定写球。参考句型二。という言葉が好きだからを選びました。因为我喜欢这句话，所以我选了。という言葉が好きだからにしました。因为我喜欢这个词，所以我决定写。という言葉的前面要填入喜欢的成语、一句话或是语词，后面的引号中一样填入所选的汉字。让我们套入句型二看看吧。如果我很喜欢乐于助人这句话，我可以这么写。乐于助人、人助けという言葉が好きだから、楽を選びました。因为我喜欢乐于助人这句话，所以我选了乐。虽然乐于助人是中文，但因为日文中也有汉字的关系，多少可以看得懂，所以喜欢的成语或一句话可以直接用中文写也没关系。那若是我喜欢勇气这个词的话，可以这么写。勇気という言葉が好きだから、勇にしました。
因为我喜欢勇气这个词，所以我决定写勇。参考句型三。でありますように。ますように。我希望。这是祈愿时常使用的句型。让我们看看有哪些例句吧。家族が健康でありますように。我希望家人都能健健康康。世界が平和でありますように。我希望世界和平。すべての人が幸せでありますように。我希望所有的人都能过得幸福。素敵な一年でありますように。我希望今年是个美好的一年。成績が上がりますように。我希望成绩可以进步。夢が叶いますように。我希望梦想可以实现。笑いに包まれますように。我希望身边能充满欢笑。友情が永遠に続きますように。我希望友情可以一直持续下去。お友達がたくさんできますように。我希望可以交到很多朋友。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句型三都没有写上句号？因为日本人在写贺年卡或是祈愿小卡时，不会加上标点符号，这样好运才可以源源不绝，不会中断哦。以上的三个参考句型，大家挑一句写即可。若是还有时间的话，同学们可以在后面加上一句。これからも頑張ります。是，之后我也会继续努力的意思。同学们都已经想好要选哪个汉字了吗？我们等着各位的报名哦。